今天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普家新生产的益虫笼啊。益虫笼那么主要的有几点啊，第一点很重要的话，它首先要模拟太阳光，所以说里面有一个太阳光，然后晚上的时候有一个夜晚的灯光，就有一个夜光灯，然后再接下来它要消毒，有一个紫外光，还有一个就是一个检查光，四种灯光必须具备。然后最重要的是动物在里面一定是有一个通风的状态，那么我们这里面做了通风口啊，然后根据益虫的大小，我们通风口可以调节的啊，就是该开大的开大，开小的开小。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看是一个养牛院，养牛院一定是有氧气输入的，有氧气输入的时候里面的风扇一定是可关闭的风扇，不是普通的风扇啊。那么根据不同的规格我们都可以定制。那么我们这一组是上下总共是五个格啊，这边是一个大格，可以敞篷的是里面一个大格啊。那么这里面呢就是我们就是爬虫类啊都可以在里面摆放。那么上面呢就四个小格啊，打开以后四个小格，就是具体的样子就是这个样子啊。现在目前呢我们是采用全不锈钢的，那么门呢采用是密闭式的。那么对于这个益虫各方面的需求，定制笼子呢可以和我们联系，我们是厂家，我们会有更优惠的价格，更好的材料交付给大家，谢谢大家。